说我这事儿办得有多漂亮啊！我太厉害了，真的。你都快把大鱼的信用卡刷爆了，你让他刷吧，只要能把这单客户接下来，他刷什么都行。反正也白吃白喝，咱们四年了。哎，行啊，这边都放过去了，今天这事儿肯定给办成了啊，肯定成了。哎，你们说这个吴总他靠谱吗？不过又是个成功生吧？老大，你放心，对自己有点自信。只要咱们四个配合好了，绝对成。什么项目啊？您带上就知道了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吴总，您慢点啊。你好，吴总。我是虚拟办公室项目的技术负责人周岩。欢迎您来参观虚拟办公室项目。哎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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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这要是要换一个女秘书该多好啊。女秘书，女秘书，快快快，女秘书。你好。哎呦呦，吴总，您别激动，别激动，别激动，别激动。回头您自己慢慢在家看啊。办公室嘛，我觉得格局还行，再往前走两步啊。但是这装修的档次实在是太次了。哎，有，您稍等。还有吗？有，您要故宫都有。好，这脚上风水不错。月球也行。这门是干嘛的？刚好卡在这儿啊。哎，这挺好玩的。来，走，来，过去。这项目我投了，投了，投了！设施虽然少了点儿，但是都是全新的。以后公司发展壮大了，你们需要什么设施，跟我说一声。哎，一个子儿都不让你们租。哎呀，吴总，您真是雪中送炭啊！哎呦哎呦，轻点。哇，这么高级电脑，我能用上？这不是做梦吧？怎么，唐没来做梦？哎。把这合同签了，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啊！几台电脑算得了什么呀？哎，我怎么觉得这合同看着有点问题？有问题啊？嗯，哎，有问题你就提嘛，我回去让公司法务就给你修改了。只不过这一来二去。时间就耽误了，进度也就慢了。万一新项目又出现什么资金的问题，到时候你们这儿的资金就……啊，不是，我觉得就是有点别扭。没问题，能跟您合作是我们的荣幸，我们这儿就签。当老大的就是不一样，说话爽快，做事爽快。得嘞，你们就抓紧时间工作吧。下个月啊，我有个朋友要来，抓紧时间找一个完整版的出来，到时候也好给人家展示一番嘛。哎，我还告诉你啊，我这个朋友那可是投资界的大亨，如果他看上你们这项目，那就离纳斯达克上市不远了。哎呦，您放心，我们一定会抓紧时间的。
这话靠谱。来，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。我打扰你们干活了。哎，吴总，哎，没，就凭哥们儿这项目啊，一年研发，两年上线，三年垄断市场，四年哥们儿就纳斯达克了啊！之前那篇已经翻过去了，新的生活马上就要开始了。以后哥们儿就是 IT 界的新贵，创业圈的宠儿，投资圈的精英。干活，不吹牛能死。我是连夜干活。怎么了？放心吧，大鱼，这个电脑比之前的快多了，肯定没问题。不是你把源代码还有数据库都考虑了？对呀、啊，怎么办？把这个考进去。哦，这什么呀？这是？这是咱们纳斯达克上市的关键。他欠我们钱，我拿东西抵债，天经地义。至于你们几个呢，跟这些东西是一毛钱关系都没有。怎么样？让他办？什么？这就对了。不，大老爷，走人了。大宇，数据库源代码全在机器里，这咱们的命根子，怎么解决？全没了。喂，吴总，我是杨。您拨叫的用户已关机。关机了。咱们肯定让醒吾都给骗了。完了，这家之前那些东西全没了。杨子，杨子，打他去！干什么？你冷静点儿。